台北市发生了公车竟然被人给偷偷开走的离谱事件，有一名陌生女子跑到大都会客运南港总站的停车场，就这样子大喇喇的把车给开出去兜风，直到过了将近一小时，驾驶才发现赶紧报案，最后是透过 GPS 在南港找到了这辆公车，但是离谱的女贼早就已经不见踪影。黑衣女子穿越马路来到公车总站，鬼鬼祟祟左顾右盼，眼见四下无人，竟趁机溜上公车，直接把公车给开走。监视器拍到公车行经蜿蜒小巷，还放慢速度，沿着标线小心通过，接着再来个大角度右转，也难不倒她。驾驶技术一流，很难想象这名女子并不是公车司机，而是一名公车大盗。驾驶员因为疏忽没有把钥匙拔掉，就回到钥匙站来休息。那他5:28准备要出车的时候，才发现车子不见了。那原本以为是同事帮忙把车移到旁边，那还场找，确定找不到车子。光天化日下，公车遭窃就发生在台北市信义区的客运松子总站。23号下午4:30，这辆公车回到总站，没想到司机仍下车休息，钥匙却没有拔。女子见有机可乘，竟大喇喇开走公车。司机直到下午5:28准备出车执行前，才发现呆机大掉，赶紧透过 GPS 行车轨迹追踪到车停在南港城福路一带，车就被丢放在路旁。原来窃车女子开了约20分钟，最后不慎擦撞到路缘时，因此弃车转搭其他公车逃逸。驾驶照规定就是离开车子之后就要把钥匙拔回来交给站管人员，那等到下一趟要出车的时候做完酒测才可以再领钥匙再出去。那这一块的部分我们会再做深切的检讨。客运公司坦承司机作业流程确实有疏失，也承诺会再教育检讨。还有这回女子偷开公车上路，没有酿成车祸意外，警方目前也调用监视器巡线追缉，要让这名大胆窃贼逮捕归案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